请先开启您的 Pocket Scan 软体。您会在右下角看到装置已配对。接着，点击行动快扫网的扫描按键，开始扫描。您可以在软体上看到即时的扫描结果。在扫描的过程中，您可依照扫描的提示移动速度。当出现黄色或红色提示时，请先降低您的扫描速度。扫描完成后，再次点击扫描按键即完成扫描。请谨记，在扫描过程中不需按着扫描按键。谢谢。